再嚟睇翻啦。一隻其實角度咧都唔錯噶啦，但係咧就門將列迪咧一錘咧打翻出嚟啊！睇埋呢一球啦，荷里出埋嚟咧頭槌搖翻出嚟嘅時候咧，球證就話你隻手啊有少少咧拱到人啊，就係呢個咧開始成為一個轉捩點啊！博到呢一球嘅十二碼，荷里出埋嚟。球場想解圍嘅，但係咧球證就話你侵犯咗噴射機嗰邊嘅中堅。咁啊，望鏡頭見到咧，就可能係荷里啦，咁啊都見到咧就覺得即係叫做個時間做得好啦，啱啱好嘅變相球證就冇得揀。咁啊，結果由翻咧十二碼，然後咧普即刻去處理啊，擺得靚㗎，啱啱好咧個網仔入。咁啊，結果喺上半場咧追翻一比一，就憑住十二碼。跟住咧到翻個反擊機會哦，嚟自咧就係諾斯蘭特比落嚟，納莫特底下掟唔到，第二下再射個遠傳，咁啊列迪咧只腳嚟卡文半步入波，咁啊令人喜劇同埋意外情況底下咧，就喺上半場出現咗咧個二比一嘅反勝。納莫特都犀利嘅，即係講緊咧呢個已經係今季聯賽第五個嘅入波噶啦，咁就睇翻啦，交到埋嚟俾你啦，自己前面有幾件嘅，但係咧依然揾到位咧，就喺個窄角度嘅情況之下咧射個遠傳搞掂。就幫呢個噴射機喺上半場嘅時間，竟然可以二比一反勝柏斯光輝。轉頭翻嚟睇統計。最近騎師練馬師專訪，馬主名人齊齊分享賽馬心得，帶你認識更多馬圈馬外有趣事。仁慶馬場逢星期一至賽馬日晚上7:45，18台及高清二連收。阿爸，食飯啦！做咩個個都苦口苦面啊？食飯啦！老闆，差啲啲錢，不如揾海德啦！之前我要簽收選都係揾佢哋噶。海德国际财务助理渡过难关，借钱紧要，咪俾钱中介。相信东方中传嘅国际人才，系你忙家员工回避。相信东方中传一生优秀从东方。巧克力大师的诱惑结妆 Lindor 精致的巧克力外壳，加上令人难以抗拒的原心 Lindor 礼赠至爱，幸福满载 Lind 瑞士巧克力大师，惠康区区财运卡，随时赢金龙，同一次必中奖。高密花生油5.5公升，132.9，维健雅新宝卫生纸55蚊两条，松树纸。今日嚟惠康用渣打信用卡买满500，即减60。一波彩，有人见到收成，见到光合作用，见到挑战，有人见到小矮人，同一件事可以有不同睇法。一波彩，我哋见到珍惜，因为见到所以做好。领展开放旗下全市街市，全力支援食物回收，珍惜每份食材，联系好生活。CBA 火焰交锋，今晚7:09，前列硬碰，新疆落斗深圳，中国职业篮球联赛62台及高清202卫星直播。上半場咧個 dramatic 嘅賽果啊，竟然可以反二比一，仲要係補時階段啦，犀利啊！噴射機嘅後上能力，睇埋個射門方面咧，見到咧柏斯光輝做效力之下咧，射門咧的確咧係多過你，高過你，用意思係初段嘅時間啦，7次嘅射門2次中籠，柏斯嗰邊都唔弱啊，5次射門2次中籠，咁角球方面咧都算 OK 啊，咁就5個嘅角球嚟自噴射機，1個嚟自柏斯光輝，加埋6個啊，個進程都幾理想啊！睇埋個控球啦，其實咧兩邊咧都差唔多，接近50-50嘅啫。呢個時候啦，即係上半場可能有少少估佢唔到啦，2-1，即係半大啊，有啲開買噶啦。咁睇下個波膽你會點樣揀啦？上半場2-1，下半場係幾多咧？我賽前揀3-1、3-2 keep 住啊！我波膽唔揀啦，我就入咗2注嘅，一注就10蚊雞，就9倍嘅反勝；一注咧就20蚊雞，下一隊入球大細注啦。
反正都有幾吸引落狗佢啊！就算反正唔到二比二都。投注落係專業賽馬人首選分析工具，以數據分析應用為主，並非一般網上賽馬資訊。查詢詳情請瀏覽以下網址，或致電8118323。一隻狗有人見到笑容，見到跌凳頭，又見到手臂南山，同一件事可以有不同睇法。一隻狗我哋見到窩尾，因為見到所以做好。領展支持到盲犬服務，率先開放超過150個商場做訓練場地，再次將電視重見光明，連繫好生活。盡全力，發揮每一場，每一地都無可匹敵。全因皆得樂，更快補充到水分、電解質、能量，皆得樂，我有，我可以。3比2好定2比3好？咁你點解打到？可唔可以同啲立
個賠率咧要比三係好分好多，因為始終茶館嚟㗎嘛。OK， 咁啊等待緊啦。等待緊。可唔可以頂得住個下午茶咧？冇錯。咁其實望落去咧，其實仲有條件嘅，因為見到咧，其實法師光輝咧仲有咁嘅能力去做反攻，因為上半場佢哋打得唔差嘅。啊，準備開波噶啦，咁啊當然啦，喺呢個嘅下半場時間咧，繼續咧就係新仔啦、Vinny 啦同阿文大家睇場啦，都幾有娛樂性嘅一個嘅澳式星期日嘅比賽。啊，今個因為我哋講 week 啦，其實就幾場波裏面啦，咁啊都好睇噶，包括講墨爾本勝利啦，咁啊對住咧就係呢個嘅布列斯賓之後咧，最終嘅3-2咧就打成一個叫大比數交收。啊，但係嗰場 F 悉尼同呢個西式嘅打比咧，最終0-0咧就握手。都各有咧就唔同嘅情況出現，咁對呢場尾場賽事會打成點啦嚇？開波啦，咁見到咧就黃山黃富炎個鏡頭咧就左攻右啊，係再嚟到法師光輝，佢追住藍山藍富啦，右攻左咧就係主隊嘅紐卡素噴射機，依下咧就喺時間嚟個沃利賽射，射開嚟前馬女女啊！哇，佢真係咧左攻啊，即係或者角球嗰啲 OK， 反而自己射咧就爭咁啲嘅。不過咧，即係見到紐卡素噴射機落到嚟咧，就得勢不饒人嘅啦，係咁咧想繼續攞多個連鎖球嘅，咁射波嚟自馬女女啦，咁但係見到咧角度啊爭啲啊！好啦，啊，真係咧逼住咧就柏斯光輝咧，睇可唔可以嚟一個咧大逆轉啦。咪左路位置卡斯道，咪越早時間咧就追翻近咧，就越有條件咧就可以做到反應。好啦，唔錯啊，冇爭食啊，依下應該俾米斯佢。咁但係幾好似咧，結果咧又擦腳，咪最終個波咧就兩個攞唔到啊。啊，有啲條件㗎，佢哋仲 one two。俾到咧，夏朗特應該追到嘅，第一時間出啦，冇錯要啊！咪出翻近處尾處，輸得終尾啊！卡斯道，哎呀，如果唔係就已經率先咧就揾入波喎。係啊，阿 Sam 就揀咗你會入波入嘅。真係慘啊！呢個波終尾啊！我都話越早時間咧俾你追翻成咧，就平手啊，越有條件反勝。不過其實柏斯光輝今場波都有啲黑仔喎，即係上半場有一次終尾，下半場有一次。慘啊！呢個波。所以咧，你要射中條柱咧，好老實，個角度同埋咧，我個嘅範圍咧，係難到進入網圍。即係你睇翻就知啦，嗱出界好正路啦，大把位啊，入波個位都大噶嘛。咁但係中柱啊，正正我個位嘅。分布範圍啊，咁下半場落到嚟咧，啲分數都有啲變動啦，即係主勝咧去到得翻1.27隻，和波4.4，客勝方面9.25嘅，大勝有3個盤啊，咁就去到4.5嘅中位數，大1.81，細1.89，4.55，大2.1，細1.65嘅，5.5啊，大到3.55，細1.25嘅，各球開咗6個，11.5中位數，大1.81，細1.89，12.5中位數，大2.48，細1.47。下一隻球啦，噴射機再入波嘅話咧，咁就有成9-7水嘅。噴射機嗰邊當然就好分啲啦，2.31，冇入波4.8倍。繼續啦，可以上嚟我哋球彩台 A l 專業啊 ，CH64 A 黑子，睇下你嘅風水係啲咩啊？好啦，卡斯道選擇再射埋你，唔錯，又係嗨到條尾喎。哇！哎呀！啊，心仔，死心仔啊！真係你揀卡斯道都等於，真係兩個機會係咪都係揩到條尾啊？好近，一定係好近嘅距離嚟嘅，睇睇。哇，係啊，揩到條尾頂啊！真係慘，連續兩下練波都冇咁準啊！佢話。咁但係你見到呢位球員咧，就下半場開始咧就發威啦。係啊，見到始終球隊而家落後緊啦。嗱，問你揀夏朗特之外，另外一個係邊個？泰加特。我泰加特。係亞當泰加特。好啦，左個位置夾埋你，要解圍啦，冇錯。教球快等啊，試下可唔可以做到入去啦？呢下咧自己咧有少少跣腳。球證話冇問題喎，繼續啊，比賽。幾好字？中間想做上去啦，俾埋你單對單情況之下咧，繼續俾埋左心呢個位置咧，就傳中一下上俾基奧治啊！咁啊，傳中呢個波咧冇輸角球噶，都啱跟住基奧治。50分鐘，就俾場地方50分鐘都仲有打板嘅。
啊。等住咪。但佢斬出嚟，鄧肯話今日就執翻身材，暫時都仲喺西球。頭肯投噶，頭先又同咗場波啦。啲火藥味越嚟越濃啊！即係同佢哋對上幾次交手都係一樣。上場波個馬蹄就係比較多呢啲碰撞啊、拗叫啊咁樣。撞親個頭啊，撞親個頭咁樣嘅，但係應該都問題唔大，而家就 check 下你視力先，温啲。咁啊，依下咧都見到佢咧就撞嚟頭冚頭嘅時間咧，就睇嚟咧個角度啦，同埋冚中嗰個雲頂位咧，其實都幾痛楚，所以咧都。可能有少少就突然之間暈一暈啦，啊！即刻叫咧就係、是、軍醫入嚟啦，就睇一睇嗰個嘅意識有冇問題先。逼埋你，翻返嚟左手邊位置，咁啊冇問題啊！左路去唔到嘅時間咧，咁啊睇嚟咧就柏斯光輝咧要揾翻多啲咧就係個把勁啦，入波上邊啊，挨翻嚟右手邊位置，好啦，麥卡斯道咧好活躍喎，自己個人咧獨闖龍潭啊，諗住再去啦，入到禁區，咁啊最後俾對手逼走咗波啊，係啊，梗係想入波啦，入門肉係有噶啦，因為講緊咧即係啱啱有球中尾，佢自己覺得好唔抵啊，不過繼續係。黃山波啊，睇下可唔可以慢慢做到上去啦。下半場攞到嚟咧，即係有少少亂啊，可能有少少心急啊，柏斯光輝。呢度就俾到埋中間先咪站力俾翻後面啲少少，俾得到自己有啊，繼續。繼續控球再腳列斯頓，得翻嚟後面少少先，大腳想抽抽嘅時候，有球員咧就。被人壓截到啊！要斯頓埋嚟處理啊！球仲話你唔使拗啦，好明顯 item 犯咗啊，夏朗特啊，就係諾斯蘭就埋嚟。開嘅短嘅線咪炸力，繼續啊！格蘭俾埋嚟左路位置米斯，繼續推啊，繼續打一段啊，俾埋嚟左邊人幫你啊，繼續呢下有少少碰撞啊！繼續好快翻開，快開個界外球啊！喺中間想繼續去啊，卡斯道出埋中間，好彩咧就～佢死喺中堅啊！咁就好快解圍到，再嚟一個對你兩個啊！俾埋你中間，繼續俾到啩？呢下俾得靚啊！咁就過唔到人牆啊！再嚟到翻趁射機打翻轉快都好，洛斯蘭特俾個遠嘅，中間突發跑，咁就解圍快一步啊！球證都吹咗咗先。納福特，話睇嚟咧喺個 case 上邊咧就個狀態啦，同埋嗰個嘅我哋講嘅個狀態叫 on fire， 即係有啲人冇錯，即係件事咧就做乜都得噶啦。但係佢嘅下半場，我就覺得咧，到翻咧就係卡斯道咧就係挺身而出啊！見到佢個活躍性咧就係高咗好多，感覺咧就真係唔想輸俾你。咁
但係究竟做唔做到呢？嗱，佢個卡士咧有條件咧，就真係將個情況逆轉㗎。但係就要多啲咧，就係支援啦，同埋啲機會上邊咧，嗰個嘅處理要把握得好啲。咁啊，基奧治係其中一個關鍵人物嚟。咁啊，坦加特當然啦，坦加特同埋基奧治嘅分工大家都留意到啦。基奧治咧就較為中意咧就係挨住左個位置衝鋒陷陣。而泰加特咧就後冚上嚟嘅時間係比較好嘅，好啦，又係嚟自卡斯道入去禁區裏面扭兩個，有冇人冚出嚟？有嘅，咁啊格菲斯依下咧，可惜係去唔到啊！繼續分翻嚟右手邊位置，夏朗特單打獨鬥，選擇出波埋嚟，輸啦啦，2-2，篤得靚，嚟自基奧治入波，阿 Sam 嘅選擇啦，呢下固然之佢只腳咧篤得靚啦，篤一篤就有啊，只腳真係夠長，係啊，但係交喎交得好啊嘛，嚟自夏朗特到曬啊，哇！依場波咧睇嚟個比數，哇，好好睇喎，我哋2-3定3-2就睇依度啦，冇錯。佢嘅2-2啊，俾埋嚟真係幾好字，啱啱到啊！落定消息，啊入咗消息啦！今場波第5個嘅入球啊，嚟自法斯汪輝嘅前鋒幾好字。啊，總幾好字咧，都係咧講緊咧就係球隊嘅神射手。係啊，呢啲嘅入波咧，佢已經累積到30球啦。啊，都唔講唔覺喎，啊要入。波率嚟計咧，其實真係一啲都唔差。好啦，得勢不如人咧，拍攝講廢啦。好啦，又係嚟自卡斯道，分翻過嚟左路位置，俾到機會字。有冇人走位啊？卡斯道兩下假嘅，埋嚟咧逼你即刻走嘅喎。選擇推深咗，格菲斯俾過嚟，哎呀，飆甩咗啊！好嘢，啊嚟自咧就係啊。好即刻嘅突破，咁但系依邊亦都係俾你逼贏咗啫，啊好嘢啊，咁咪賺你，得住，哇依下咧斬解圍冇用嗰啲波，有鬼啊，吸得靚，選擇分邊，右路位置，都強勢噶嗰邊，俾落嚟冇用啊，俾人睇通曬，咪先，又係去翻重心卡斯度。卡斯道如果打到呢個位置咧，的確咧就令到馬連高域咧，其實就打後備合理。不過你睇到用波射波其實好勁。不過射機真係呢鋪人，自己開開心心領先唔得嘅，即係都要俾人追翻，甚至乎係俾人領先，然之後之後咧，逼到嗰個小宇宙出嚟，係啊，幾過癮啊！好得意，今屆已經好多場波係咁樣㗎啦。咪2-2嘅記錄啦，見到身體已經走咗出嚟啦，冇錯，機會自己入波，我仲 yes 曬添，不得了啊！嘛，其實咧，其實卡斯道咧喺之前咧喺半場咧，其實咧有兩個中微波咧，有條件係可以已經成就到呢個嘅追和。唔緊要啦，兩個都係阿森仔嘅選擇嚟嘅，俾佢揀曬。即係表現得好嘅，卡斯道咁長波，咁但係就三個入波證明你嘅努力啦。好啦，中間古加高域治左方面俾咗馬女女㗎啦，埋嚟拍瞓曬爭都飛唔到個波喎。呢一下咧，我覺得球證有少少係咪誤判咧？其實呢一下完全冇落腳，停曬喺度收曬腳。是馬女女撞埋去，嗱老維教頭幾輕，我當時望落第一感覺冇事嘅，唔係吹一下，呢一下望。